我市场做20年、20几年，因为现在什么东西都涨啊，可是我们在这边卖哦，就没办法涨啊。啊，今麦时机就个歹啊，全民就是这样子啊。我希望生活在一个环境好一点的台湾，可以好好的做生意。小英加油，可以为人民站出来。点亮咱的梦，点亮台湾，加油！这是充满自信威风的台湾，随着时代继续在流转。